大家早安，现在时间是早上9:30，还是9:30不算早安了，好，没事。然后我现在人在学校，今天这影片应该也是属于日记的形式。然后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就我昨天在是洗澡吗？还是睡觉前的时候，然后我就在想事情，然后我就想到说我要怎么帮，就是因为我会想拍一个日记系列，因为我有些时候行程其实还排得还蛮满的，所以可能一整天行程就是从早到晚这样。算是过得还蛮充实，然后我一直想要把它就是当成影音日记一样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昨天我就想说，那怎么样可以把这个日记取一个名字？然后昨天就想到了，叫做云端日记。然后云是成云的云，然后就叫云端日记，这样就是可能这系列就是我会拍一些我的生活啊，或是我的一些日常的影片，然后跟大家分享。反正这系列主要就是想跟大家分享我的生活、我的日常等等等这样，所以不知道大家觉得云端日记这个主题大家觉得怎么样？我就觉得，我觉得还不错。如果大家觉得有更好的，可以在下面帮我留言，可以跟我分享一下有没有其他更好的主题。那今天呢，我要去今天带大家去过的我们学校的一个实验室，然后小录音室啊，然后要录一首我的创作叫《光的拥抱》。我之前已经录过钢琴了。光的拥抱这首曲子，我除了钢琴之外，我跟我就是制作人讨论之后，然后我们想说，可能也可以加一个小提琴或是大提琴，所以我就邀请了我的两个学弟妹一起来帮我把这首光的拥抱变得更丰富，就是会录大提琴跟小提琴这样。对，然后我现在前往录音室的路上，好，那我们走吧。莫名其妙踢到这个东西，可恶！我刚才被这绊倒，吓死人。如果说路上就会不小心被一些，因为我都会看前面，然后就是我的视线有些下面被挡住，所以我有时候会不小心会绊到一些东西。但刚刚那个还蛮扯的，可能昨天风太大把木头吹掉，然后我刚直接踢到木头，不知道有没有擦伤。到了，到了。因为这是音乐工程组哦，然后就是会有一些工程的。好帅哦，这样我也行。这样我也行，好，这是硕班的。硕班的，好，你们可以来参观一下。这是量测，然后它是什么系？我是电资的。电资院学士班。然后这李可轩，念什么系的？我觉得外文，对不对？对。是有双学院吗？不是双专长，跨领域。那、跨什么领域？音乐。音乐哦，对，音乐。有道理。哦。然后他是拉大提琴的，等下他帮我拉提琴，然后就是两侧是拉小提琴，你知道吗？好，那我们走吧。刚刚拉完有什么感想？没有对到拍子。对。楚轩刚拉完有什么感觉？很紧，很好听。嗯。很紧张。有点紧张。有点紧张。对拍子。对会。你也对拍子。不妙。不妙。也跟大家介绍，这是文凯。然后就是我之前专辑都是他帮我录的。嗨 ，Hello Hello。那个声音又可以再放一次吗？好 ，OK。然后这边再邀请文凯再帮我录《光的拥抱》，对，超感谢文凯大力协助。这张的音乐是你弹的，然后录的。对啊，用那台录的。我专辑可以动那个录了。我拍片。今天拍片吗？对啊，所以这是我们制作人。Hello。不好意思。六网路哦，不是网路，那我们自动更新，网路怎么更新？
哦，有总谱哎，有总谱，对，很简陋的总谱。他们刚刚说编得很好听。啊，真的吗？对啊，超赞的。啊，谢谢你们，超厉害，很感动。有钢琴总谱比较好，对吧？哦，因为比较知道在哪边，知道哪里进来。但等一下应该是分段路啊，所以，可能啊，分段路哦，哦，会吗？那么可爱啊，可爱呐，可爱，不用拉全手，就不要重复拉到尾这样。云端日记这个名字，你说怎么样？还不错，赞。他刚直接吓完，我刚刚没录到。他说：“哦，我吓到。”对啊，你有吓到。但吓到代表什么？感觉不像我想会想的名字。对，我原本想的很准。例如像什么云之王国之类的。果然是你想的。那不是哆啦 A 梦的什么电影吗？最近想要拍一个主题是可能拍我的生活日常，然后没想到那主题名想叫成云日记，但我成大概最大声是多大声？我拉你最大声。对，但我觉得成云日记可能有点松，就昨天想到一个名字叫做云端日记，云是我的云，云是成云的云的，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蛮酷的，还不错，因为蛮合理的、啊就是。哦，用云端这样。对、啊。哎、欸，刚刚同心也觉得这不错。对，我觉得还不错。然后换问李赫轩，你说这是什么？放 YouTube 的？对啊，就想拍，其实可能拍生活这样。你觉得？哎、欸，我要怎么讲？就有想拍一个系列是生活的系列，然后我想了一个名字叫云，就是成云的云，然后云端日记，你的这名字怎么样？我觉得很棒。你让我感觉好像他都这样被拍了，他可以送上吗？你就是你问他就直接是一个直接免费的一票，他绝对会说。哦，就把他关起来。不管说什么他都会说。好的。那个王国也可以。哦，我刚才有什么云之王国。他点他点傻猪，对，我也喜欢云端那个，我也蛮喜欢云端的，就时尚的感觉。大提琴了，然后我刚跟梁策去买麦当劳，我们刚买了多少？536块，536块。我还请大家吃麦当劳，我买两个双人套餐，还有一个单人套餐，这样。哇！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吃，开吃，开吃，开吃。吃完了，现在换梁策开路。梁策不要紧张哦，梁策不要紧张。想象光在拥抱你，光现在变黑暗。开路。好像有点快，对不对？太快了是吧？我好像直接停了一整拍。这样就对了。哦，拍到你在吃麦当劳。这样对了。哦。三。超准。超准。超准。那超好，也超好吃。我觉得可以录了。有。但是按下录音键就不一样的感觉。
他不见了。哇，弦乐团，弦乐团。其实不差，其实不差。心怀爱乐，我们可以弄特别版吗？放这个。喜欢呢、欸，把它当成我的闹钟铃声，别自己吓醒。哦，哇，这可以传给我吗？可以。我要拉错的，我要拉错变和弦的。哇，我喜欢这个音档，弦乐团，弦乐团，我喜欢这个音档。啊，那个会存下来吗？可以啊，我这档案应该都会留。耶、yeah, ，存下来，存下来。哇，两侧弦乐团，天啊，住什么弦室啊？我一个人就好了。哦，录不下来。我们已经。我们录的差不多了，那我们想要再从头听一次。没有，跟外面一样。耶，录完了。文凯，谢啦。不会不会。辛苦了。录完什么感想？很爽，我很好听，我真的觉得很好听，很好听啊、哦，真的、啊。真的。那录完什么感想？第一次，不是第一次录了吧？不是，进录一次。但是什么？如释重，如释重，如释重负，如释重负，如释重负，对，没错。哦，期待，大家应该会在演唱会上看到你们。有。好，期待。演奏会见。Hello， 大家，现在时间是晚上10:30，然后我现在要准备回宿舍，我在走回宿舍的路上这样。然后刚刚下午跟梁策他们就是录完音之后，录完新歌之后，然后刚刚就去吃个饭，然后晚上去图书馆做个事情，然后刚吃一点宵夜，哦，刚太饿了，然后所以刚刚就是吃个东西这样，所以现在准备回宿舍了。然后，哇，我刚发现，我刚刚前面有人走过去，好尴尬哦，没关系啦。反正我现在差不多就要回宿舍洗澡睡觉了，结束今天繁忙的一天这样。反正今天就记录我一整天的云端日记这样。等一下，我又太久没运动了。我每次爬这宿舍上，我都觉得很喘，有点痛苦。好了，我要准备回去睡觉了。大家晚安，拜拜。这是大题哦。对的。没有想象中的大的感觉。它已经是是缩小版大题吗？没有，它是最大的词。哦，真的？真的？对不起，就已经是全形了。哦，全形是什么？全形就是最大的词、哦，最大的。那全形有全形奖吗？没事。